在桃园机场，待会要坐飞机了，所以待会到美国就会开始我的 LA 的 Demi TV Vlog。 到底什么名字不知道，你要准备上飞机就要睡了，所以就不拍了，拜。现在是 LA 时间晚上5点多，然后我们刚下飞机到 Airbnb 放完东西后呢，我们要来上舞蹈课，就是一个筋骨很散的舞蹈课，很想睡觉。对，希望待会可以继续。今天是来 LA 的第三天的白天早上，然后现在刚起床要来吃早餐。昨天拍完了第一支 MV， 然后今天呢原本要拍第二支，但是今天因为会下一整天的雨，所以我们就改到明天拍。所以今天就是自由行程，但是因为下雨，就是也没什么地方去，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吃个早午餐，然后晚一点再去 mall 里面逛逛。耶，汉堡来了，点的是香肠起司蛋。诶，这是香肠吗？这是汉堡肉吧。然后柳橙汁，林若颖点的是芝麻叶，芝麻叶。我看看你的汉堡会一样吗？不一样。点什么？哦，他点的是培根。为什么你看起来比较好吃啊？我要换，因为它招牌啊。我要换，是招牌啊。我要换，不要。我要。我们家换了一个位置，因为发现刚刚拍的地方太背光了。换到一个好拍摄的地方，落地窗前。落地窗呢，就是小窗户。天啊，这已经是来这边吃第四个汉堡了，每天都在吃汉堡。现在来到 Santa Monica 附近的一间百货公司逛街，然后因为太早，百货公司里都没有什么人，然后这个百货公司好像也就是只有2层楼，就也不知道逛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我们俩好像出国也不太爱逛街，我发现。就我也不是不爱逛街，可能就突然也不知道要买什么，因为就比如说去韩国、日本，可能就会一直买那种美妆什么的，也是。美国真的不知道买什么哎，要买什么？我们在逛街。结果刚刚说没什么好买的，然后就买了这一大袋回来，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一双靴子，因为我的黑色的靴子有一点松掉了，然后就一直想说要买一双好一点的靴子。本来在台湾就有逛到，然后一直没有想说要买，刚好在美国的百货公司里看到就是有折扣，就是黑色的长靴。看起来腿很瘦很长，明天 MV 应该会穿到，我就懒得打开给大家看了。这什么开箱啊？好烂的开箱。然后逛了一下 Sephora， 里面买了我一直很想买的眼影，也是之前就想要买的，一直没有下手。
来给你们看我买的颜色。这个牌子我买了一个眼影跟腮红，都是之前想要买没有买的，今天想说都来了就买了，买一点东西。是一个我觉得颜色很好看的眼影，诶，找到我自己，颜色很好看的眼影，淡淡的粉粉的，明天来画。然后这个是一组的，也是一样颜色的腮红，好大一个、哦、NARS 的遮瑕，然后它是迷你版的，因为 Sephora 很多小样就是可以啊，好难倒，单手开箱好难，看超小一个的。我们现在来到了 Grove， 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两支 MV 的拍摄，然后今天要拍的是《零距离的圣诞》。这首歌原本是可能没有 MV， 或是用一个动态歌词 MV， 但是想说我们都来到 LA 了 ，LA 有很多很漂亮的圣诞场景，所以就拍一下《零距离的圣诞》的 MV。后面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嗨，现在是LA 时间的凌晨，大概一两点了吧。对，今天很晚睡，因为终于结束了所有的工作，结束了两支 MV 的，我音乐好大声，结束了两支 MV 的拍摄，然后今天还拍零距离的圣诞的 MV， 所以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告一个段落。我觉得现在心情非常的放松，因为终于可以好好安心的开玩，但其实也没有什么玩到什么啦，因为拍 MV 的时候走了很多景点嘛，但是都是去拍一下然后很快就离开了，所以都没有好好的拍照什么的。其实基本上好像明天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行程真正的开始，因为前面都是一直在工作，所以没什么记录，然后 vlog 也没什么拍到，因为都是在工作。对，所以明天开始要去很多地方，然后可以拍照拍照一下。对，都没有拍到照，很想拍美照。好啦，我要去洗澡了，大家晚安。耶、yeah, 早安，我们现在第一餐要来吃 Redbird， 这是什么吧？吃，该不会是汉堡？忘了，不是我觉得这边不是汉堡，就是什么班尼迪克蛋之类的这种东西。好想吃石木鱼粥，好想吃锅贴。这是什么？西餐。哦，这么早就吃这种好晚餐，我要吃松饼。Hello， 我们要进去吃了。走。哇，这个好漂亮。我们点了一个有点柳橙口味的香槟，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很喜欢在早餐喝的酒，叫柠檬我们要录一个干杯的，不照你脸 ，David 的表弟，没有啦，半个脸。先问相机。我们现在吃完饭在路上走路，然后又下雨了，来这边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怎么会这样子呢？多好的阳光，就是每天都在下雨，所以现在不知道去哪。现在在小东京，终于喝到奶茶了，而且还是在日本超市买的，哈哈。我们现在在迪士尼的音乐厅走走看看。就是这边是一个有钱人开的博物馆，然后让大家来参观。我们现在在当场，然后经过了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蓝色，好想搭哦！刚刚去不知道是哪里。我们现在要搭这个缆车上去。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可怕嘞？好可怕！
好可怕啊。啊Grand Central， 我们在一个市场里面，里面有一些吃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啊？书啊？是什么书？哦，里面好好美哦。看到一个馄饨面，感觉很清淡。我现在要来吃。关起来。终于吃到一个麻辣面。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好莱坞的什么？好莱坞的不知道哪里，然后再去天文台晚上的行程。但现在有点想睡。对，在 LA 就是每天都是七早八早，就是完全不用进闹钟，自己就会大概七点八点就会醒来，然后差不多就是到这个时候呢，大概七八点就会想睡，所以每天就是早睡早起。而且呢，因为现在是已经入冬了，所以在 LA 每天大概五点以前，今天像是今天的四点四十就已经亮太阳了，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想睡觉。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蜡像馆，这个好可怕哦，好立体哦，这好立体，好可怕哦。晚上好漂亮哦！要不要跟他拍照？不行啊，要钱啊！要很多钱，就是也要。我不会想跟他拍照，我想穿那样子在路上。这边晚上好美哦！嗯，后面好多小丑。那边好多小丑，他们要你跟他照相。他们这样也蛮辛苦的啦，对啊，我想穿那样。这个车好帅哦，大家一起骑的。你们看，它有好多个座位，然后大家就要坐上去一起骑。现在是晚上八点多，来到我们今日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天文台。我们刚刚爬山爬到了上面，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看夜景，好想回饭店睡觉，泡澡。明天见，拜。It should be okay to put people in jail for that crime.早安，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 LA 的星期天，应该是台湾的星期一。然后呢，现在是早上的10:26，我们要去吃早午餐，然后吃完在那家早午餐在比佛利山庄的附近。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晃晃，然后再去拍粉红墙，去 Melrose 那边拍粉红墙，就是一样是观光客的行程。现在来吃早午餐。我们现在在 Beverly Hill 比佛利山庄的一家店啊，这边好漂亮哦，这区真的漂亮。我喜欢这个店哦。这家店好美哦！大店很爱美，说是这里蛮有名，好喜欢哦！快点，快点，快点，我要吃早餐了。走走走走，借一下记事本。
去岩家。OK。好大碗，他们的分量。还好，真小哎、欸，真小哎、欸。我的我是袁家，然后我刚查六号，就是往后面查一个，六号是好人金水，六号是好人金水，然后十二悍跳，那二发查杀，所以二在我这边是好，但二就是刚才聊什么，但因为他发查杀嘛，所以二我就直接认好。然后九跟四跳女巫，九说他被刀补了一，反正待会我白天就可以知道谁是真女巫了。如果我不是跟九双子的话，就代表九是真女巫。那一的话，我刚听起来我觉得。在十二跳预言家，其他也没跳，他就先认了十二。我觉得一听起来也不太好，所以希望九是张女巫牌，然后有拨到一号张狼牌。所以我现在狼坑一四十二吧，因为我现在认九女巫的话，六是我的金水，我警徽流七八，我想要先七，我先七后。先七后三吧，因为七说拿到喜欢的牌，所以我是打一个问号。然后八号就是偏滑水，但我们先留两个，一个井上一个井下。先七后三，我是真预言家，六号是我的金水，过了。我们现在来到景福利山庄的附近，这边好漂亮哦。但是刚刚吃完那个早午餐又下雨了，哎，绿灯的走吧。哇，好喜欢这边哦，真的就是我们这边每天都下雨。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是这一区最贵的豪宅，然后外面有很多圣诞的场景，觉得很美。哦。天哪，这边感觉下来下雨就会淹水，他们的路上都没有排水孔，都没有那个水沟。没有。哇，那里真的好美哦，好喜欢这边哦。虽然现在下雨很冷。然后我们点了一杯热拿铁，待会要去外面的那个咖啡的墙拍照。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山庄，现在要爬坡上山。灰石城堡，它是很多电影拍摄电影的场景都会来这里取景。是1927年石油大亨花了300万美元在这里送给一个独生子的结婚礼物，但是不到三个月，他的朋友就把他独生子给杀了。啊？真假的？是枪杀他。真假的？就是妻子和谁是露西啊？露西和五个小孩子继续住在这里面，直到1957年才把他转售给芝加哥的某个公司作为拍摄场景的出租。那我们可以进去吗？免费参观，但内部仅供租借。开放时间10点到5点，周一到周日。Google Map。Winds around and I'll meet you down at the bottom. Thank you, Steve. Absolutely. This side of the store is so beautiful. We're now in Melrose, near the wall of the wall. We're going to go shopping.似乎不小心走到一家现在非常红的网美店，然后卖了很多化妆保养品。OK， 我要开卖。我刚刚选完我要买的了，然后这边就是你先看完你要买的东西以后呢，再去跟他们的服务的人讲说你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跟他结账，然后待会他会喊我的名字，就会拿给我了。好啊，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天在 LA。然后我们刚刚已经 check out 饭店了，现在要去买早餐。然后因为不知道买什么，所以我们决定要去吃美国的麦当劳。美国的麦当劳没有什么不一样。现在来到好莱坞的山，这边没有搜寻。现在来登山。
我们要爬到这个最高，这里，这里最高点 ，Go！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路有多难走，完全没有阶梯，都是这些小石头。我穿了一个很长的外套，寸步难行啊！究竟能不能成功爬上山顶呢？我觉得下来是一个难题，因为感觉这个路下来，哎呦，会有一点危险。哇，我们现在已经爬了半座山了，快要到山顶了，好远哦，好热，继续加油！哇，爬上山顶了，因为那边很累。我们爬了一个小时吧，40分钟。刚沿路爬了爬，然后衣服一件一件脱，太热了，把里面的发热衣全脱了。而且今天忘记戴墨镜出门，所以好刺眼。最可怕的就是待会要下山。终于看到平平的路了，好累哦。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站，我们现在在 Santa Monica 旁边的一家餐厅，然后最后一站就是要到海边走走逛逛。虽然前几天拍 MV 的时候有来过，但是因为只有在就是外围稍微拍一下，没有真的走进去，所以今天就是在拍。今天白天的时候就是可以好好来看一下，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就刚好我们来这边都是每天都下雨，只有今天开始，就这个礼拜开始呢天气就很好，然后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们先吃饭。怎么吃啊？直接吃啊！直接吃啊！可以吃，好可怕哦！是要加什么酱吗？盐可以。啊，是要加什么酱？不用。直接酱，不用加酱。是。那他干嘛给那个酱？不爽就加，不爽就加。那你会加吗？不会。好可怕哦！我有点怕怕的。怎么那么冰？怎么那么硬的感觉？现在在 Santa Monica 已经晚上了，刚刚看完了夕阳，然后全程都忘记要拍，要让你们看到晚上的海边。待会我们就要去机场了，要回台湾啦。到台湾了，大家拜拜。